民国46年应救国团之邀到台东推展艺文活动，与台东结缘，一直到108年辞世，艺术家李奇茂与台东有超过50年很深的缘分。民国92年，李奇茂在徐庆元县长任内获颁台东荣誉县民证，此后他以台东县民身份自居，也以此为傲，不仅应邀为公共艺术及重要场馆题字，响应台东家福、台东大学等公益义卖活动，更勤于往返北东两地，悠游作画，提携后辈，推动台东与两岸三地的艺文交流不遗余力。因为台东县是代表我们台湾人这个所有两千人口的精神的标志，也是都兰山的精神。今天我站在总统府前面，以台北市民的立场，所以感谢所有的台东县的兄弟姐妹在这的表演的活动。兄弟在人生最感到快乐的一件事，能因为台东服务，就是一个我个人的光荣。相信我们台东乡亲父老，你是我们台湾全体2300万的代表，而且我们全体2300万都以台东县感到骄傲。恭贺我们台东县县运昌隆，各位乡亲父老兄弟，今年是金鸡报喜，希望各位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想尽人要感动，就是感动的彻底，让我们全台湾2300万人口都忘掉88的水灾，要记起我们原住民这一次的刘母的艺术品展览。因为我现在在医院，我还要等他要赶到医院，特别讲这一次活动啊很有意义，因为我是台东县的荣誉县民，要做个县民要参加，我说今天我就坐着轮椅爬也要爬来，这是我的责任。台东县
过去我爱你，现在我爱你，未来我还是爱你。如果你不遗弃我，我永远还是爱你。今天我是昨天晚上从济南到了台北，晚上一点了，今天早上6点钟又开始从台北坐第一班飞机到台东，并不感觉疲劳，心甘情愿，愿意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才是我的家。画家丁学珠临终前的寄望，台东近20年来最重要的艺文建设台东美术馆于民国96年诞生。建馆过程中，李其茂经常邀集各地艺文好友共襄盛举，出席破土、开馆及期间各项展览活动。台东美术馆是我写的，我那时候刚好拿到台东县荣誉县名，对，我只想台东可以说是我认为是全台湾资源最深，沿海的风光也很这么漂亮。台东县美术馆我到现在没在台东县展览过，也没在台东县美术馆做一点事，很遗憾。我不住在台东，可我心永远在台东。我当台东荣誉县名，我觉得很光荣一件事。106年10月，黄建廷县长任内获颁台东美术馆荣誉顾问证书。当时他挥毫写下对于这座美术馆的深深期许：“我是永远是台东的县民，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跟任何一个县签约。虽然我拿了金门县民，我并没把我的户籍设在金门。”我的护眷永远是台东，不管我已经活了90多岁，我不承认我90多岁，我承认我还像个小孩一样，永远以台东的心。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受任何政治经济的立场让台东美术馆落伍，我不相信这一次。我相信艺术家是执着一个感情的落伍，我们要记得台东县是你永远不会忘记，当你看到天发亮的时候你就想到台东，当然你想到快乐的时候还想到台东。衣食住行只有在台东才体验了人在人间快乐在哪里，在台东。他的可以说他作画画风非常的广啊，他除了动物，还有市井小民、山水啊，或者是猴子，或者是马，或者是牛哦，他可以说是样样都非常的精湛啊，所以他信手拿来，随时都可以画，而且他的画非常特别，很多艺术家都到了晚年的时候，通常画画都会非常保守，他是越画 越放开越放越气势越广。他在这个尤其是晚年的这些创作的这些作品当中，我们发现到他其实在台东的这个接触过程当中，不管是做游记的这种绘画，或者是对台东文化的多元的创作，
它其实有不同的风貌，它用了不同的素材，在水墨的发展的这个尝试当中做了一些接触，人一生来讲，那对于艺术创作的执着，那台东的这些作品应该可以印证回来这件事情，也就是一个艺术家一生当中他做创作的那种初心初衷没有改变，而且一直在延续着。那他几乎都把很多的画都捐给社会，他的一幅画我觉得连一生一辈子也赚不到啊，这个就是艺术的价值。那个价值是什么？是人格，是品德，是爱心，是慈悲心。然后我们学校在60多年校庆的时候呢，李教授还特别帮我们的这个人文社会学院呢 整体画了一些画作送给学校然后呢，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因为刚到学校不久那时候我们学校刚刚受的这个尼伯特风灾啊，后来有一次义卖活动，他捐了很多的作品来帮助学校。最近几年有到学校来给我们学生做这个大师的演讲也帮助我们同学很多另外他女儿李安荣教授也常常陪着他父亲到学校来，基本上呢他父女一位是水墨大师，另外一位是雕塑大师基本上对我们学校美产系这个教学方面呢做了很多的贡献。他在台东留下非常多的画作，因为这20多年来他经常到台东，然后与台东做创作那么同时他把他的画作带到各地去展出，可以说是让世界来看见台东。对，那同时呢，他这样安排海外的艺术家团体到台东来做写生交流研讨那所以呢他因为他接触这些世界各地艺术家，那这些艺术家到台东来写生创作，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说是帮我们行销台东了那可以说是他把台东就当作他的家一样。李其茂老师长期对台东的艺文活动以及对提升美感教育方面的努力，是我也是台东县民的感到非常钦佩的，而且已有荣焉。所以在此我想表达对李老师的敬佩，以及感谢他长期对台东的贡献。就在2年前我们美术馆庆祝10周年活动的时候，李其茂老师特别风尘仆仆来到我们台东，那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代文人一个大家的风范。那一天所有的艺文界人士都不约而同的那发自内心的来跟李其茂老师致意，那我想这是他无可取代的艺文界的这个领袖的地位。台东县政府非常的有荣幸能够在去年就已经接洽这一档的李老师的一个作品展回顾展。老师跟台东结缘50年，从他年轻时代救国团就来到台东，那这50年当中他对跟台东的缘分非常深，不仅留下许多他的墨宝题字在艺文的创作上也带领了我们台东县的艺术界艺文界来去提升不仅是在两岸到全世界，他都非常念兹在兹怎么样协助台东，让台东的艺文界能够跟其他做跨界的交流。那在我们去年策展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李老师会在今年初就离开我们让这个展成为他过世之后的第一个展览，我们非常的荣幸。那更令人感到开心的是，他女儿这次也有作品在这里面，父女连心共同来回顾李老师过去这一生，我们感到非常的光荣。
我想能够有这个回顾展，对台东县政府来说，也表达了我们对李奇茂大师的一个尊敬。我想我们会继续在老师的精神下努力，来希望能够让台东的艺文界有更多的可能性。追随父亲的步履，安荣尽全力完成与父亲的双个展，荣耀父亲，荣耀父亲所钟爱的台东。他很喜欢这个山山水水，特别是这个海岸线很美，因为这个海岸线对他们来说没有被破坏，他觉得还维持他这二十年三十年来的记忆。有一次他跟我提到说，他第一次来看到原住民的样子，他觉得很美丽，因为他们身上有披一些披肩，那些披肩都自己做的。他说在这种自然的光下面啊，自然的海岸边或者是山边，他觉得特别的有情感。爸爸跟女儿能够在那边展览，就是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宣传以外，也可以让社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道德的教育、文化的教育，象征着生命的传承，也是一个艺术的延续。父女两代对台东的关爱，用一个画展里面来呈现，这是最好不过的。